条、九条、十条、十一条、十二条、十三条、十四条、十五条，三百三百只帝王蟹要讲，这三点的，来啦，头前个纸要变。三百够有了，够食袂了，你是要买一百、买两百，没有关系，想四十的都可以哦。行，月亮虾米上面只拢无哦，两百了好啊，这一包两袋哦，三包四包二个两百，最后一个月亮虾米上面只两百块。最后一个有要吃无？拢无啊，两百块。啊，是你毋捌买过，要买一百吃看卖，一百块。要不要？来吃。最后这一包，咱要倒销一个无一包。跟这两包一百块，这等下先借给囡仔吃。买过。一直走不掉，走了又回来。行啊呀，如果行啊，可以啊。如果要爱连续三次的，要吃啥拢讲的，凊彩的。你考虑两。来上面保利龙，谁要保利龙？啊，阿叔，人家讲要吃啥？这人家点什么？这啊，啊，感觉有啦，一包的牛肉好好哦，记起来啊。这一包十几袋，迄个一二十袋牛肉哦，这一包免五包，两百就好啊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要一包讲一包，要两包讲两包，一包两包，三包啊。牛肉好好无？无啊。没有啊，够牛腩，无牛腩几条嘞？两包几块？四条，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、两包包括。我剩只牛腩尔，牛腩没无？这牛腩一百了，这四包，一百块就有人要吃无？无我就四包，收，拢收，要不要？要不要两包？牛肉肉，我有人要吃牛肉肉。牛肉白带鱼。有，我来就来，来啦。这一包了，要吃哦，要一包都要吃看卖啊！忘记看那边，每天在那边看，我也是认真。然后就在你们家一起看看看，看看跟韩中宏看。那结果，韩中我跟大哥你跟韩中宏。羊腩有人要吃无？羊腩，同款三包以后，我分一包了啊，牛包，一百块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白大客客哦。来，先生，你要下地啊？这两小时，反正我都是想下地哦。我是要，我要买。好了，我两个地哦。那有八七啦。八七啦，无。八七啦，其他无啊。哎，来，白大上面只系三百了嘛，三百块。耶。三百白大，要只三百块了。一尾菜只冻起拢拿三百啊。你迄个我啊，人家推销一下新产品啊，无你搞迄个什么啊？迄个叫什么？雪天使专门个，阿伯，雪天使专门哦，我专门把人家推销的，你唔捌食过我新产品，我来推销。四个人客，五个人客，六个人客啊，三百了，三百块了，你搞买三百，人家再搁送你，豆豆吃啊，再搁来啊，三百块了，你食啥物？伊阿拢讲我就好玩，雪天使拢无啊，我无听到我再介绍了，你阿伯，我落集中，我落集中，我是同事，我买遐济哦，你也好找话啦，好不好？你家己去集中赚，即马盈盈啊，三百只拢互你啊，免阁过偌少。这一位拢超过两百，拢中高啊，三百块拢互你吃啊。来咯，去吧，三百几个？三百个要食白肚无？有我来收啊。来阿嫂你收，莫入边去。来我来甲你介绍我的新产品。来小集中，就家己去集中啊。这免煮的啊。我即马甲你介绍口味就好啊，这拢免煮的。来一个叫啦，去吧，这芒果，来这草莓。你看我甲你介绍这啥，连煮都免煮啊，连煮都不用煮了。伊的名叫吼雪天使，伊内底有三种口味，一种是芒果，一种是草莓，一种是抹茶的。这种当然退冰就会当食，拢唔免煮啊。啊，内底食着咱抹钱啊咧，啊内底有加冰淇淋，伊内底佫有包一块饼，迄食着口感嘛有做，很有层次啊。啊，你食看嘛，口味赞的吼，叫阮食了好食，专工叫来要卖恁的吼，唔免煮的，方便佫好食。我介绍好咧，你甲我讲你要啥物口味就好啊。这一包免互你开机啊，无三百嘛免啊，一百块上面食一百块。雪天使、草莓吼、抹茶，还是讲买迄、那个。芒果拢会涨一百了，谢谢，感谢你，来，你甲下只了，来个来要食啥？台式盐猪鸡哦，后壁讲够，拢听。你要爱我阿姨？我要台式盐猪鸡了啊，我阿姨我今麦随便买，免带，几个三百一杯，几百块块。这台式盐猪鸡这免介绍，这只要买一个，大家就拢老学落个啊，无歹赚啊。这一包免三百，以后我两百了啦，一包够涨去，两百块了啊。来台式鸡。大姐，两包了，两包了，还是盐酥鸡有啊？给嘞，
啊，你这三种口味拢卖？上，大，大块大还是小？大块大小就上好。好大块。你台式盐水鸡干了何人啊？是台式盐水鸡干了何人啊？啊，你这有买过来无？像这三包拢无来啊？集中啊？对啊，一包包过。是二十包一包。够要一包的无？我计算包，最后一包无啊，要买一包。最后一包一包啥物啊？对啊。一包几？十块，真贵，你也当十块。四条腿起来，起来啊，起来我背落啊，你都唔记得。鱼皮啦，鱼皮啦。哦，鱼皮啦，鱼皮四条腿，迄高下骹是高顶悬的。来，鱼皮我先买啦吼，迄一包一斤哦，一包一斤吼，来。这啊，等于煮金丝、煮麦拢来涨，从这个麦涨三百二啊，我变两百了。这包搁送给你吃，两百块落去了，头前吃一点茶子，两百个要吃无？两百块。这，无，鱼皮无啊，鱼皮也买过无？啊，这你要吃无？这也无要吃，我来卖我。啊，这我来介绍，我介绍这包啦，这丝木鱼迄个里脊啊，拢无刺的哦。吼，这当然要同款，含送来鱼皮同款吼。一包百五，两包三百，你甲我买三包，我阁加一包送你，我加两包全部拢无啊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头前了，你先。这三百鱼筋呐吼，这恁到恁到人捌伫外口买过？这鱼筋这样煮呢？这足简单，你甲穿上一下，甲炒菜，够 Q 够好食。吼，包括你甲做三杯，剩一包拢无啊，三百，鱼啊无两包，你买袂着一包，一百五十，这过了百五。平做下底，平就做下面吼。哎呀，你上基本的平做下底，讲听，这有足侪平啦，是啦，这有足侪平的物件，你唔去找，哎呀，你家己找啦，家己找。对啊。哎，平做下底啊，你下底啊，你尽管拢免下物件，对无？来，这有人要来无？啊，这你之前捌买过一包两百四小腿哦，这包无共，口味比包好食。啊，这五百公克，迄是一公斤的，吼、哦，这有加礼包嘛，一包唔免三百二啊，公克你两百了，你甲我买两百，这包搁送，好、哦，来两百好多。来吃。好，无啊，好，两百个要吃无？两百个要爱无？两百块二要吃吗？拢有啊，一百了啊，去吃看嘛，没有关系，一百块，一百块吃看嘛。一百吃看吗？头前者，一百吃看吗？来个要啥无？来我，来我我先硬买啊！来装者，咱买啥装者？来我要吃上点的，两百块了，阿叔，两百了。吃。好，慢收啊，这有起无？一百两百，两百两百，三百两百，四百有二啊，五百有两百了，有要加点无？干嘛要加冰？无啊，没有，拢无啊。咩啊？无啊，无啊，真正无啊，带无啊，你拢惊死！我做几多啊？熟食做几多啊？熟食做几多啊？听有无？服务好滴啊！交俾佢，三九八四，中国电话站二九六，谢谢。哎呀，我这边没东西。一包鸡腿讲一百块，无人要把我消消，这一条有够咸的。像这包一包，有人要吃无？这包卖好，我要三张，好，伊来啦，给我。上面食这，这大鸡的哦，这免阁介绍吧。这就话你炒菜就简单啦，出去卖阁介绍大鸡的，愈大鸡愈贵。一包干来外海海产啦，你唔好看这，透贵，甲你炒飞机虾仁，好啊，一盘炒起来，空间鱼啊五个，鱼啊五加鱼啊五只，两个人去。唔免五百、四百、三百块钱，好啊！这包搁送你三百块，这包搁送你三百，这包搁送你三百，这包搁送你三百，这包搁你三百，这包搁你等下先给钱弄我哩。边家你豆豆煮，刚才煮完你就记得啦，三百块咯。最后这三百无啊？十万的飞机来客起，最后这飞机来客起啊！来我卖啊！你想买啥物我无货啊！你拢甲客起啊！有人要食十万鱼无？你敢知这只十万鱼是无饲的哦？规只无饲的哦？这网络上都有人在卖吼。这一只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两个客人买，先提钱的先拿到这两只。你有抢到，你抢到，无抢到，我来讲一句抱歉啦吼，拢无啊嘛。开两百了，来两百块，规只拢无饲哦，两百块了，两百块了，一百九十九。我想骗无破的，我想起来，锁起来。啊，要食三百鱼烟肠无？三百鱼烟肠有人要食无？三百鱼头有人要食无？
这去腮啊，这等个卤卤咸咸啊，配饭好啊。这一包唔免百二，两包唔免二啊，是一个客人买就好啊。一百块就好，一百块，一百就好啊，一百块就好，一百块就好，一百块就好啊。你两包一包袂晓买哦？啊靠，遐鱼皮还阁有啊？鱼皮摕去我卖啊。鱼皮啊，哎、欸，鱼皮剩一包一包，有人要来无？有。唔免弄啊。西人计食鱼头，这去西啊，这等下卤烧落啊，五十落，五十块落啊，五十块，五十块，五十块落，五十块。还要几个？五个了。大哥要吃啥？馍啊，馍吃吃，啥物事馍啊？一千落好无？一千块好无？鳗鱼一千块，鳗鱼本地就贵啊，唔是我卖你贵啊。好，即我行一只三五，两只七八，三只四只，只只搁送伊一千块落。来馍搁有人要食无？一千块，一千块最后一个啥物啊？一千块，鳗鱼一千块有要来无？馍馍，下只哎，你个客过？你这个客过？哎，馍下只，哎。你个卖了啥物个？多利卖了啊！海龟子啊！通雷啊！通雷去个海龟子，两包好不好？两包捞去。这谁啊？来捞去个，几个捞去个？有有。哎呀，我四个两包。哎，海龟子准一包一包，人要吃无？包一包，伊免捞我一包，免捞我啦。你要食鸡腿啊？通雷我是咬大骨个。来，通雷要吃免三百几啊个来，两百块我了，两百块大个，两百通雷。先收钱，我只鸡骨大骨吃。够啥物我无卖，只要我无卖就会当起来啊！不管啥物，我都无话费，明仔你就起来，叫你甲起来，无我计卖就我重复的，嘿，你有我。